高雄市长罢免投票周六上午登场，各投票所一早就出现了排队的民众，遵守防疫的规定，大家是戴上口罩并且量额温进场，各投票所的秩序表现良好。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投票今天上午举行，八点开始投票前，许多投票所已排满等待投票的选民。由于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，每一位选民进投票所前需要量额温，双手喷酒精。而选务人员也在投票所外不时提醒选民保持社交距离。在警力与选务人员的维持之下，投票所投票情况大致平和顺利。同时，选务人员再次提醒选民应保持社交距离。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。